电视夜间部带你玩过年，坐上我们的拜年专车，初一到初六，不管东西南北，直达你家，带你一起快乐温馨玩过年。助教和同学们桃园过了一个欢乐年，跟阿公阿妈玩龙球，也看到了桃园里的景色，一切都在复苏中。他们也带着满满的祝福前往来吉村喽。不过大家应该没有铁手铁脚、全身无力吧？因为来吉部落代表法爱，我将带着这群人在来吉好吃好玩的行程开始喽。嗨呀，今天非常的高兴了、我邀请我电视业界部的同学啊来部落这边玩。你看看我后面的主演多兴奋啊！嗨、就好像有迎接啊国际红星的那种感觉啊。来说说你们是什么团体的？电视业界部国际粉丝团来吉分会。哎呀，你看看多厉害啊！来，各位同学，是不是可以跟电视前面的朋友拜个年？新年快乐，恭喜发财！哎呀，虽然是里里啦啦啊，但是诚意到了。哎呀，其实啊，我今天来请我同学来是有目的的，因为我一个20-30年的朋友，喂，同学啊，很久没有碰面，所以我邀请我同学来帮我寻找。奇怪呢，怎么还没到呢？是不是迷路了？不会吧？啊，没关系，我传个这个图啊，给他们看一看，搞不好马上就找到了。哎呀呀！哇，不会吧？这是什么路啊？这，哎，好恐怖哦！怎么变成这样子啊？你们快点啦！你看那石头好大。小心，小心！哎呀，哎。你知道这个是因为那个八八风灾跟莫拉克之后，这路就变成这个样子。对啊，你看上面那一颗，感觉就随时好像会等一下就会下来的样子。没有想到法爱大哥回来是要走这一段路。对啊。下面有人在施工呢，有没有？这大过年还在工作呢，要不要要不要跟他们拜年一下？乱讲话。辛苦啊！新年快乐！这样他们这样说。辛苦。哎，等一下，我收到讯息了，你们有收到吗？我也有哎。法爱大哥要跟我们讲，那又在哪？你不是常常走部落？你看一下这个照片，你知不知道在哪里？哇，当然知道啊！哎，身为部落型男，这怎么难得倒我呢？对不对？部落棒棒。你们知道吗？当然知道啊！还有这么多，路就一条，路就一条。对，最好是，哎，不能走下面吗？哎，难道我们不能高绕吗？那你走啊，你走啊，我们在这边啊。好不好？算了啦，我们还是依循正规的路走啦，好不好？要不然以后同学们来不知道怎么走。好，赶快经过这个地方，感觉有点危险。哎，你们走前面，我帮你们拍一张照。来拍照，快点，快点，我帮你们拍。惊险的是不是？对，因为我们难得啊。歌声哎，是不是？有在前面。哎呀，就在前面嘛！哎呀，大过年可以看到这么多族人，真的很开心，对吧？真的，你跟我们介绍一下，这都是家人吗？亲朋好友，亲朋好友，亲朋好友。那还，而且今天来哦，人来就还盛装出席呢。这个我一定要先介绍一下，赶快介绍一下，我们长老做的这个服装是甲种服装啊，全套的哦，还有刀啊，还有这个刀呀，还血迹斑斑的，是不是？还血迹斑斑。我们原住民叫姑娘，姑娘，姑娘，姑娘。血迹斑斑的意思其实是生锈。哎呀，来看看我们女生的啦。妈妈，你这个头饰是什么时候？这个是有庆典的时候才穿吗？还是庆典的时候？节庆的时候才穿，是不是？这个都是你自己做的哦。哇，这个以前应该都是真的花了。喂，讲自己做的不要偷笑吗？
然后是一正一线，一正一线，一正一线。他是别人自己做，他自己借来的。对，借来穿，对不对？哎呀，今天很开心呐、啊！你传的那个照片，我们好不容易才找到。对，还好我是常常在部落行走的男人。还以为你们找不到了。哇，没有，他要告诉你说他是部落行走的男人。我们这边已经。站了快半天呢！啊，是吗？哎呀，真的是。不过还好，我们太喜欢等了。哎呀，所以好了，我们接下来要去哪里吗？接下来我们还有好几个景点，是吗？哎呦，绝对让你们惊奇万分了、啊！哇，惊喜万分了、啊！真的、哦，那这样我就放心了。哎呀，那我们要现在走吗？那我们就出发啦！哎、对，从这个方向边走边看，往下走。这里啊。哇，这个天气真好啊，舒服。哎，不过那你一定要习惯，其实我跑很多部落吼，山上的天气变化莫测，这是一定会的。真的哦。嗯，你看现在。因为我刚好打电话给089，叫他过来。啊！把太多的太阳带过来。讲真的，里面真的是福将。真的哈。对，我刚刚问我们左右邻居哦，前天、昨天以前的都一直在下大雨。是吗？里面一来出太阳。真的，而且还这么热啊！不要激动，都沙哑了。感动。哎，这是间接的代表我们周族人的热情呢。没错。啊，天气这么好，我们接下来要去哪里玩？哎，首先我带你们去尝试我们这边的名产，叫手工蔗糖。但是吃之前不是那么简单。嗯。我们一定要先去体验一下，好不好？体验什么？体验怎么砍，然后怎么炸，怎么煮。所以我们要先去砍甘蔗。是。那我们就二话不说。好。带你们去，出发！好，等我们甘蔗田。我们甘蔗甜心已经在里面等了。哎呦，有甘蔗甜心啊！有啊，还有几位大姐在那边。Honey， 哎 ，Honey， 哇 ，Honey， 新年快乐！新年快乐！等一下，来，我跟你们讲啊，这一位就是我们的甘蔗甜心啊。我们要这个做示范，怎么砍甘蔗？好，注意看我们甘蔗田心怎么示范，好不好？好，好，来，怎么砍呢？从底下砍哈，从底下。哎呦，用那个刀子头前面，哦，一定要，可以，一定要踩到最底哦。继续长，长比较漂亮。哎呦，你看，哎呦，把那个头削掉哈。这个是一年生啊，有的是两年了。像这样的话哈，不要砍到这边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会涩涩的，然后有一点苦，所以我们差不多就到这里就好了。这个可以留种，这个下一次种的。这个还可以留种。最尾巴的不要就对了啦。对对对。哦。这个就是下一季要种的，好了，这个要知道啊，千万不能破坏掉啊。好，没问题啊，破坏掉一只十块哦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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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我们就开始体验。再往我的方向拉。是的。忍者要示范给你们看吗？哎，他已经断了吧？拿从这边可以吗？哎呀，漂亮啊！哎，不错。然后这个，我发现哈，哎，98大哥，你一直在旁边，哎，这个，那个，你离北几十年了，你到底有没有砍这甘蔗啊？好，对不对？我示范给你们看。好，哎，注意看啊！哎呀，哎呦，刀法利落。刀法利落，哎，那个 Honey 啊，甜心，请评分一下，他这样可以吗？好像59分。哎呀，59分，骂法。哦，啊，我在，我在挖，两边膝盖，我要一个膝盖了，哦，你的刀，没有，我们就体验一下，离开身体啊，要推出身体。刚哎，停！好，来开一次。哎呀，好！哎呀，现在知道怎么跑了吗？我们就换到怎么制造，好不好？老实说，老实说，这个甘蔗吃起来怎么样？哎呀，好甜哦！这是我自己砍的。哎，特别甜呢。我跟你讲，制成糖那更好吃。真的。嗯，好不好？那我们就出发，好不好？好。这里就是我们制作手工蔗糖的地方，是这里啊！哎呀，你看看，就是这一台机器。哎呀，两位大姐在那边，我们用的是。
吃饭，好不好？示范呢？来，我们请两位大姐来示范一下啊！好，好，进来了，直接插进去是不是？哦，哇！今天从哪里跑出来？哦，从这里哦。有嘞，有嘞，有嘞！有嘞，有嘞！哎呀，出来了，出来了！不好意思啊，我们先享用了啊。直接放下去。哎哎哎哎哎！是我。放了，等一下，还有这样子的。哎呦，早在日治时期，这里就有种红甘蔗。可是近几年来，为了促进部落的在地产业发展，所以让来吉的居民开启了一番事业，同时也可以让前来的游客们体验制作红糖的过程。从熬煮到制成，可要花上一天的时间呢，可真的是不容易呀。哎呀，很好吃，不错，对不对？生津止渴，而且好像。甘蔗有那个润喉的功效，润喉功效。而且我还听说我们部落这个每当哦这个东西一出厂的时候，就供不应求啊。哎呀，真的是。因为他做的工其实很繁复，然后产量可能也没那么多。没错，而且都是自己手工。所以重点来了，一定要预约。要打电话的，你没有预约绝对吃不到，买不到。哦，哎呀，所以我们今天真的很幸运哎。对。一定要预约，对对，好吃吧，好吃吧，好吃好吃，好吃啊！你说很大颗，你家不是有要订？有，我已经预约了。你开始预约了？那你呢？其实我要买五六八吧。哎呦，先订啊！哎，你们呢？有没有？有。哦，包了。对，这还可以拿来泡茶，有的没有？对。料理应该也会用这个。哎呀，好，没关系，我们到下一个景点，让你们体验一下我们这边山猪部落，让你们去怎么画那个山猪，好不好？好，你们难得来，让你们留个纪念。好，好，来，你看看我们两位美女在这边。哇，大姐，我们两位哦，就是负责彩绘那个山猪。来，那就麻烦你教一下哦。我们来到来吉，首先欢迎大家的。就是摆在路口的几只山猪石雕，相传我们的祖先当初就是为了猎捕一头山猪而来到这块土地，于是就选择在这里定居下来，而最后形成现今的来吉部落。现在呢，大家为了设计一个超赞的山猪，真的是构思了很长的时间，最后到底会长成什么样子呢？是什么？山猪，山猪，我无法说服我自己。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毕卡索，对对对，画出这个毕卡猪啊。这个猪叫什么？拼布猪嘛。拼布猪，创意毕卡猪，毕卡猪有没有？毕卡猪要有天分的人才看得出来。对，我相信我们部落都是很有天分的。哎呀，真的。从这个地方就看得出来，我们都不是艺术家。哎，你不要这么讲，它会随着你知道时间的变化，早上、中午、晚上都看起来都不一样。哎，哇塞，我们融合了各种各族不同族群的文化在这里面。多亏这几天白日猪啊！哎呀，真的是。不会啦。好，给我们自己掌声鼓励一下。好了。怎么会在这里？这个箭差一点射到他！哎呀，你带回家，你射中他，怎么晚上是你的了呢？啊，是这样，把你看我这个看那是这样，阿米那伊那呀，伊就阿达巴库啊，就嘛，啊，土庄啊，伊庄啊，巴达伊庄啊，这个看那了，啊，是这样，阿米那伊那呀，这个看那弄破了几件。我的秘密武器，妹妹，所以我也不错了。阿姨来，你日不安，好嗨呀，好嗨呀，过年。
就是要讨红包、玩游戏、拿红包啦！要玩什么游戏？要玩什么游戏？好，我们要玩的就是我是神射手。啊，那请问这个神射手到底是怎么样的神射法呢？神射手规则如下：射箭对于捉主人而言呐，简直就是轻而易举。我们在这边设置了两个关卡，第一关就是要逐人射中眼前的大山猪，不管哪个部位，通通有奖。第二关就不容易喽，因为我们要一边摇呼啦圈一边射箭，只要把箭射出去，就可以抽红包拿奖金喽。说到这个神射手啊，倒是不是在臭屁的。好了，我知道你们来基的好像都很会射箭，但是啊，我个人射箭也是一把罩。真的假的？阿瑞瑞，你有所不知，在你身旁这位一直都是一个猎人。你知道我平常在台北讲讲就算了，我们现在来到人家的地方，哎。好，那我就先来示范一下，好不好？我们来看笑话喽。看笑话，对不对？好，来，来，来，这个叫做搭弓啊，啊，是这样子。就是把箭放在弓上面嘛。对，然后抓好之后，不要动手，不要动。让让，前面的，前面的乡亲们。好，我们前面有一个靶嘛，对不对？这样瞄着了啊，拉弓，大家好，谢谢，到底呢？这件不是开玩笑的，好不好？怎么样？这个是我们部落的专利品啊！哎呀，来，我们这个神射手在这边。哎呀，你是开玩笑，理事啊，理事长，我们理事长啊，把他射过熊啊！我需要仔细看啊。这个部分就直接就。拉着抓着，哎呦，看到没有？厉害！哎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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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他直接中一个头，哎！有没有看到？本来是瞄他的眼睛呢。我跟你讲啊，还好没有开始射啊，因为那个地方是十个红包啊。如果你那么会说，我改掉啊，那边一个红包就好了。还好你有先这么准备。哎呀，早说嘛，对不对？我就说嘛，来这边了，不要随便拿弓箭。哎呀，拿拖把。没有关系，我们今天身边没有，就是红包准备的最多。是。我们我是神射手正式开始。我们的第一射是谁啊？哎呀，原来是我们的法院大哥啊！哎呀，你们出到贵宝地啊，让你们知道什么叫做神射手啊！法院大哥，我们没有做 3D 动画的预算哦。是吗？好的，法院大哥，我看看你那个手。你看看，后面很多人在排队哦。刚刚那个理事，刚刚理事长叫过的。对对对，有射中就有了，有射中有红包哦。一杯。哇！恭喜恭喜恭喜！来来来，哎呦，起床起床吗？看你运气有没有好。直接看一下，赶快看一下看一下看一下。哇！五百块赚上不了了。先出来啊！先出来！先出来！我借给我们社区协会。哎呀，这不是开玩笑的。哎，哥，谢谢。下一位，未婚，来，同志们，未婚，注意一下，好不好？来，开始喽！来，哦，太可怕！哎，你射中 S 哎，太厉害了！都是，她是我女儿呢。有其父必有其女，哎呦喂！哎，倒是注意看，这个才叫做射箭。哎呀，真的是射中眼睛呢。而且他射中，他完全就是很稳定的站在那边等待。对啊，对啊。这样子我们还要招亲吗？继续在里面丢脸啊！我们先让他来抽一个红包。好，抽红包。快抽到！恭喜！恭喜！快进行下一位，快点！这个比你高呢，你会吗？怎么办？你可以吗？要不要找那个哥哥姐姐帮你射？你要不要找姐姐帮你射？姐姐，你要自己射吗？等一下，你叫什么名字？陈正宏，你要自己哦。好，你现在这边是，你要不要近一点？近一点好吗？好像有点太远了。姐姐带你去一个地方啊。哦，我们从这里好。哎呦，你看，哇，你们不要
嫉妒啦，你们那么老了，真的是哦。加油，加油，我射上去就好了。你很厉害呢，好强哦！赶快来冲一个红包，买完的电话。藏起来，不要给妈妈看到。哎，给妈妈，不要给妈妈，不要给妈妈。接下来换哪一个？哎呦，哎呀，美女啊！第一次，第一次，第一次看到射箭的戴墨镜又涂口红。哎，好了，好，见笑。不要不要被他们吓到，他们弄那个障眼法。你在扰乱你军心。来，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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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来，你的手。三，等一下。你手不要勾住剑啊，哎呀，你把斑斑绑好不好？你看，喂，还跌倒！哎，这里玩游戏就要搞笑。他是周族的，周族的卧底呢。不要给他们看笑话了。好了，刚刚是故意的了。做效果，做效果。现在开始了。我觉得是障眼法呢。放。不是，来来来，我来了，我来了，好了，这样好了，我请那个小美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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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，你好表现呢，啊，试看看，试看看，好不好？好，没事呢，专注，专注，加油，努力，啊！我们再派一个人好不好？我再派一位啊！来来来，这个你就交给你了。好了，哎呀，过严格的训练哦。哎呦，注意啊！哎呦，怎么弹不出去？不要故意，不要故意哦！好，等一下，不要抓死。大姐，我为你射了一箭。从现在开始，这个我们派代表出来加三包，好不好？我看不下去了，我自己来了。等一下，我先搞清楚一下，所以等一下你射中的话，大姐可以拿到三包。三包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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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三包。大姐，哎，麻烦你给我一点动力好不好？好的。啊！请你把你的手搭在我的肩上。爱的力量，给我一点力量，快点。好，我你要数到三哦。来，一、二、三，啊！冲包！哎呦！可以吗？可以，当然可以啊！来来来来来来，长辈好，长辈，我们一起带他们到前面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来来来来来来老弱妇孺射箭区。哎呀，这个，还要在前面，这里可以吗？我们几岁了，阿妈？可以了，奶奶。78。78，往前走一点，再往前走一点。不要干扰。哎呀，78，我刚才他要丢进来。奶奶叫什么名字？奶奶，你叫什么名字？三五。三五。哎呀，三五。三五啊，名字好听，再往前站一步啊。哎呀！哎呀！来，走，1000块，再来1000块哦。好，有了，长辈了，是不是？菠萝妈妈，大姐叫什么名字？哦，杨伟，你好傻。杨伟，你好傻。杨伟，很厉害哦。你好傻就是梁啊，梁山伯的梁啊。哎呀，对对对对，是吗？我看你这个架势，应该是自己来哈。真的真的，已经准备好了嘞。哇，你看。哎呀！你还好吧？你还好吧？这个剑。这箭差一点射到他！
哎呀，妈妈，你怎么没有射中他呢？你带回家。你射中他，这位晚上是你的了呢。我们再回家。好，叫我们再一次了。再一次。哎，我们摄影师不要躲避啊，你在工作中。摄影师跑掉。对，我等你。可以吗？可以吗？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！神射手太简单了，太难。我们现在要来一个进阶版的啦，好不好？更难就对了。这要更难一点的啦，我们来那个呼啦圈摇起来之后再射箭。示范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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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示范。好，我们说实在的，对不对？我们自己不示范怎么行？对，这个游戏我们设计的嘛。对，都一直以为我们不想要让他们拿红花。对，就让你们看看好不好？我们还是要来示范。就我啦。就不相信你能射出什么玩意儿出来？是。哎呦，好，首先让让让让让。首先要摇呼啦圈哦。哎，呼啦圈不准。来。好，摇起来喽。好，轻松，好轻松。好，这个时候箭箭箭箭，地弓箭的，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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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，加油，哎，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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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耶！我可以，你们也可以啦。我们不要浪费，好不好？美女，我们拍出的美女呢？叫什么名字？撒油，撒油，对，弓箭手准备，加油，加油，哎呦，哇，不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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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来来来，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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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六八，这个太困难了，六八，这个是什么动作？三包，好好抽，好好抽，五百块，恭喜恭喜，打开来看，还那么气，还那么气，100块，好了，谢谢你，恭喜你，来下一位，下一位，大姐开始了。强项，但是呢，现在出现了一个终极杀手，高手中的高手，也就是我们的前任理事长，现在是我们的长老，对不对？他现在要为我们示范的这个呢，是非常难的一个技术。他说他以前在特种部队的时候的训练，终于今天派上用场。到底是要怎么样啊，真的？他叫三箭齐发。他是那个手，你看那个握法，紧张的时刻到了。
长过去看，过去看，哎呀，你这个是先把它打成残废，然后一个一个让它毙命啊。没有，重点是它三箭都射在猪上面。哎呀，给他掌声鼓励一下，恭喜恭喜啊！谢谢，我们最后再跟大家说新年快乐，好不好？新年快乐。拜拜，我们请你吃棒棒糖来吧。哦，在哪里？树吗？在树包里，自己拿。超好吃的哦。不可以。胆小鬼，羞羞脸，走开啦！给你吃棒棒糖，超级好吃的哦。快点，我要吃你嘴巴那个。每次都讲。好了。哎呀，羞羞脸谈恋爱，要你管哦。羞羞脸谈恋爱，男生爱女生。很期待，一直想要回去部落，但是一直会有一种近乡情怯的感觉，这样子。通过作品去知道说，部落里面的文化价值，原来我们有这样子的一个传统。门都关了130年的秘密嘛。牛妈在给张丽丽，你快乐吗？快乐。你想要做什么，这样勇敢的去做，只要碰到困难，就是不要放弃，这样你就会成功。很漂亮，不错吧？哎呀，马大哥，那个白色的那个树是？那叫梅花，红色的叫樱花。红色的是樱花。对对对对很漂亮哎，这个地方的地名叫做什么？叫做百合公园。百合公园。是的，是的，是的。可是这边也看不到任何一只百合。哦，那是因为之前88水灾把整个百合，野百合全部都破坏掉。啊，冲掉了。冲掉了，冲掉了。所以当初这边是很多野百合。对，没错，整片都是，放眼所及几乎都是啊。哎呀，是这么样的。哎呀，不过你特别带我们来这个地方，是有特别的用意吗？哎呀，那当然啦，就是因为我一个国小的玩伴了，大概30年没有见面。那么久，那你怎么特别要找他啊？想当年，我说你，我背呀大手拿。国小时我是陆队长，所以常常整陆队回家。偏偏同学们都很顽皮，一路玩一路回家。这天又是一个放学的傍晚，走过再也熟悉不过的一条路，会发生什么事呢？哇，郭宇，我又不怕郭宇。那我们俩去下法海好了。嗯，快，放我出发。好好，放你出发。走走 走，我们去下法海。哎，拜拜，我们请你吃棒棒糖来吧。哦，好，在哪里？树吗？在树包里，自己拿。好吃哦。超好吃的哦。不可以。胆小鬼。羞羞脸，胆小鬼，法爱胆小鬼，爱生气，法爱爱生气，法爱爱生气，你们走开啦！哇，你还吃棒棒糖吗？好，给你吃棒棒糖，超级好吃的哦！快点，我要吃你嘴巴那个，每次都讲。哎呀，羞羞脸谈恋爱。叫你管啊！羞羞脸。
这样无忧无虑的童年记忆一直深刻的烙印在我心中。大家国小毕业之后就各奔前程，也难再相聚，所以我期望可以再见到失联已久的老同学汤慧珍。不过我早有所准备了。哎呦，哎呦，这个是老照片嘛？这个，哎，对啊，就是我们唯一同班同学一起合照，非常具有纪念价值。哎，那当然了，所以这里面一定有你，对不对？没有我拿出来干嘛？哎，那我们来猜哪一个是法海大哥？你先不要跟我们讲哦。好，我记得法海大哥之前有跟我们讲说，他之前是穿他姐姐的衣服长大的。不，所以我在想哦。应该是这个，但是要蹲不蹲，应该是法海大哥吧？不，是没错，我是穿我姐姐的裙子，可是拍照还不自己穿裙子啦。好，是吧？是吧？是吧？天哪！哎呦，再猜，再猜，再猜，小美，小美，你猜是哪一个？我觉得那个比较放心的，你应该不会是这个吧？这个眉毛哪会放心啊？你们尽量找漂亮一点的，不是帅帅的，不对。两圈，两圈，我觉得。根据我的观察，那个发型有没有？应该是这个，可是发型跟法海大哥现在发型一模一样，一定是这个。不是，我觉得那个是我班导。我觉得是这位洛兄弟的。不行，你们都很有点猜不到。好了，我指给你们看了。好，哪一个？就是这个。这个，有像耶。对。不过你说你要找的那个同学。哎，也在这里面，当然在里面了。在哪里？前面一排，对不对？对，当然是女生喽。女的啊，是加法夹的吗？要蹲不蹲那个吗？那个。哟，阿仁仁很厉害啊！这个，哎呦，是这一个。他是他兰花的子女。漂亮哎！哇，那一定是美女啊！他兰花的子女。不过因为哈，其他同学我都比较常见面，唯独只有他哈。以前我们办同学会，他也没参加过。所以因为太久没见面，所以相对的对他思念会比较多了。哦，让你永难忘怀。对。好吧，不过哈，今天我们还是要帮法海完成这个任务啦。没错，现在是有迹可循，有照片可循，对不对？是。那我们来去部落找找看好了。好，就用这张照片来问问看。好，谢谢各位。啊，走啊，哪个方向？哎，往这个方向。这个吗？哎，对，往这个方向。走了。走。哎呀，谢谢。时间真的很紧迫，天色也越来越暗了。我听说大家都在部落里穿梭寻找，但是亲爱的汤同学，您到底在哪里呢？结果到底会如何啊？我真的是有点紧张呢。法海大哥，你交代给我们这个任务真的太艰巨了。找到了吗？我们千寻百找的，那个人找到了，没有找到啊。可是我们有帮你要到另外一种联络方式啊。谁？这个电话，那你们厉害哦。你那个同学他没有在部落。哦，是吗？对啊，因为他去外地工作了，所以我们今天帮你要到他的电话，你可以打电话给他。是的，哎呀，也只有如此了。我同哎呦，是不是汤慧珍啊？没错。哎呀，你先讲。来。喂，慧珍，你想挥手？耶，新年快乐！新年快乐。好热闹哦！我们是电视夜间部带你玩过年的过年专车啊。对，你好。哎呀，今天我们有一个任务啦。对。我们里面有一个同学，夜间部有一个同学叫做法海。法海。对，他要找你，然后他请我们找你，很久没有看到你，他很想念你。结果你已经不在老家啦，所以我们就从族人那边要到的电话，打电话给你这样子。对。他现在就在我旁边，你要不要跟他讲话 ？OK， 好。好啊！哎呀，同学，哎呀，好久不见了，30几年呢，35、6年，你看看，哎呀，真的是，你看看，都已经忘了长什么样子，对。在电话声中，我听到了相隔20多年的汤同学的声音，原来因为汤同学公务繁忙，所以无法前来参加今晚来集晚会。但是我们也约定了之后一定要常常办同学会，
常常回到故乡话家常。好，谢谢你哦，谢谢。好，谢谢，好，拜拜。拜拜。哎呀，真好，有没有？还记得呢。哇，还记得。不过很可惜啊，你看，我都已经准备卡片，说要邀请他参加晚会，我来当面给他卡片祝贺一下，结果没来啦，真的。哎，不过没有关系，没关系，我们还是去参加晚会。是。还是要高兴，是啊，走，参加晚会啦！走走走走走走！走走走走！你看，你看，太可爱了，太可爱了，好美耶！讲那个螃蟹有没有？我们叫杠。杠，原来那是汉人教我们的。黑白晒的哦，黑嘎啷哦。都在讲那个瘦肉精那件事情，对不对？大家都很怕，就不能再吃牛肉，也不能吃猪肉啊，通通全部都有。突然一个布农族的老人家讲，他就讲他说：“怕什么啦？”这样，我说为什么？他说我们吃肥肉就好了。还不是一样。大家好，人民台观众朋友，我是马修，要谢谢大家，你们支持我的节目。每次我去你们的部落，再跟大家一起去采野菜或做菜吃东西 ，You treat me like a family， 我有家人的感觉，我真的很开心。明年我们可以再一次在一起，好不好？所以最后要说，新年快乐，恭喜发财。这群帅哥美女到底在忙碌些什么呢？每个人都在梳妆打扮，瞧瞧那个妆容，美的嘞！再来看看夜间部的同学和助教们，怎么会聚集在这里？原来小美和弗赖在排练舞蹈啊，好熟悉的感觉啊！该不会今天要秀一场吧？节目内容非常的这个啊，是不是啊？非常的精彩。哎呀，当然了，我也这个是代表这个啊，代表这个部落的这个一份子，我要唱一首歌，献给我们来自远方的这个朋友。好了，是的，哎呀，那真的是，好听的话请掌声一下。这首歌对我而言很有感觉，因为我从小就离开莱吉去外地求学，每当想起自己的故乡时，就会想起这首歌。别看我这样搞笑，我唱起歌来还是很深情的，跟平常上节目的感觉大不同哦。谢谢。
当然啦，我早就等你们这一句话。这一句话让我有一点为难了。没有关系 ，Uncle， 我唱一个很简单的歌。哦。哎，是的。嗯。有准备呢。有准备了。这是多的，这是多的桥段。他竟然有准备。这个啊，精彩的节目。那首先呢，我们当然是为了这个隆重的欢迎我们远方来的朋友，我们一定要请我们在地的国际级的这个舞蹈表演者，他们立这个表演到巴黎、意大利、菲律宾、加拿大、肯尼亚、冈比亚，哎呦，那真的是不得了，哎呦。所以他们本来是20个人去，好像只有12个人回来嘛。哎呀，真的是太过分了，留在当地当皇后啊！哎呀，好，接下来我们就欢迎我们的部落在地国际舞蹈团《群魔乱舞》，谢谢。我们这群由部落的青年所组成的舞团，表演真的很给力哦。虽然不是专业的舞团，全凭自己平时的看 DVD 练习，但是看起来是不是很有 feel 啊？你们看看那个手，那个臀部的摆动，让人也忍不住想一起动，一起动啦！部落啊，我们同班同学，哎呦，他们又准备一个表演了、啊。哎呀，我们要不要看啊？哎，是不是啊？人的默契十足，不好意思啊，虽然没有很好的灯光音响，但是全凭着一股热力四射的魅力，跟之前在摄影棚的感受不同吧。这一次是在族人面前展现哦，给他们掌声鼓励。
谢杨妈，好不好？你好不好看了？好，你回桌，辛苦了，辛苦了。哎呀，其实想当年，其实想当年，想当年我从来没有接触过这种舞啊。接下来呢，我们那个群魔乱舞呢，他们还要准备另外一个表演，而且这个表演是更精彩，步步惊心，步步精彩啊。哎呀，看这里面呢、啊，啊，是不是？搞不好呢，哎呦，是不是？的齐步乱舞的表演实在太赞了，看我们现场所有人都动起来了。在大家的舞蹈中，我们也要结束一整天的行程了。今天非常感谢电视夜间部国际粉丝团来集分会所有的朋友们，这个年过得非常充实。助教和同学们满意我的安排吗？锁定我们的电视夜间部。按下快门的瞬间，你想捕捉到的是什么？是生活点滴，还是创作的趣味？走进树林，白雾袅袅升起，深藏山中的维纳斯伸手仰望，缓缓摆动优雅的姿态。凯纳的摄影作品充满时尚的风格，却不失原住民的鲜活与灵动。
什么？彩券，彩券，彩券。孩子一农即将要飞往千里达去见分别十三年的妈妈。到了千里达，一农才知道在地球的这一边有这么多爱他的人。一农还舍得回台湾吗？到外婆家放寒假，从2月18日起，每周一下午5点在原视16频道。Thank you.